学无术的市井痞子，见风转舵，花招百出，大丈夫行走江湖，讲的就是一个勇字。我来啦！又是豹子，痛杀！爷爷的，速归公叫大志。纵横官场数十载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吾皇宽大为怀，包罗万象，鸟生鱼汤。纵横官场不是人在做人，而是钱在做人。有多少达官显贵见了我都得叫我一声贵公公啊。大胆奴才，经典传奇人物韦小宝。今天我倒是要瞧瞧是你这个小郡主厉害，还是我贵公公厉害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一进来就知道了。4月28日起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中视《鹿鼎记》。